我现在非常想杀了黑子。你叫我专心守他那边呢、欸？那他不是说这个？真卡的。林北，跟你们插到三次元、四次元去了。我是高等生物，你还是点生的。我下了一个飞弹射击指令，过了几分钟之后才发射。他不要轰屁哦，对不对？对，算了，我要去洗澡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体验，我要去洗澡。哎、欸，这谁啦？不要，我要干掉啊！啊，没有，我在修，我在修，我在修那我的。哦、我那里刚被打爆，刚撤回来而已，就拿走了。我想说，先不要。有一台还在那里，又想说我干走了。没有没有，那台我还有，那台我还有，我在修而已。好，我得了，谢谢。我得了，谢谢。喂，啊，我哈，你们现在是在哪里？哦哦，靠腰，靠腰，这个人在冲啊小。我们刚从那个什么，慕尼黑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解放者，哟，哪个是不是？哟，一定要有那种 pistol。第一个，我是靠那个刚刚读我的翻覆。哦，对他翻了，哈哈他翻了，哈哈哈哈 ，Nice try， 哈哈哈哈哈哈，准备那个人是谁啊？小亮，你不要撞我，真的有货。好啊，来吧，你卖照，你卖照。我已经不管了啦，老子没钱，我就这样撞爆你。别跟我跑，不要躲。你现在打不进，我就按住。别跑啊！别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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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OK， 我这一单差不多要赔光。39,000哎，我修10%差不多就8000块，我现在刚一喷一万二，现在还要再喷8000块。这个可以过吗？可以啊！哇塞，隔壁怎么开车的？隔壁整个卡住了。哎，来！杀小啦！哎哈哈！我有，我有！哈哈哈哈哈！两个，哈哈哈哈哈！干坏了，全红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是啊，全红了！哈哈！哎，真的，把车头卡下去了！两个，哈哈哈哈哈！要死！两个北西，我就直接那个切内线了。反正只要你们撞下车，我就追上去。Oh my god！ 那要头车翻车，那一定要头车翻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告诉你，有个方式很简单，我直接横躺在那个收费站前面。那你会不会要挂长龙哥？谁呀、啊？下交流道，下交流道。这个人他妈往右转，然后打左边方向灯。三宝，这是全部都是台湾人在玩，是不是？你看到的这些全部都是台湾人。他一直打左方向，都没有说他是在左转还是怎样，然后他往右转。而且不是，而且哦，他右转的时候还不是打右方向灯，他是打那个警示灯，两个一起闪。冲他笑。等一下，撤退只剩下三个人，就是。哎，我们，人家在等他们，人家在等他们。啊、开不快哦，白痴哦。这73能开多快呀、啊？太奇怪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两个收费站都还没到，都可以坏。哈哈哈哈哈！突然又快下来，拉脚了。
坏了，全坏了，谁烂的？